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继续都系我 Jacky。咁啊，头先咧就 break 一 break 咧，个 video clips 停一停，因为等我揾下路道，同埋个片唔好太长。咁啊，继续分享啦。嗱，我头先 check 咗啦，原来咧头先我真系唔系行呢条路落山嘅。咁但系 never mind，OK。咁啊，因为从有太阳啦，一来啦，二来就我有灯啦，所以就唔系太过担心。同埋呢条路都系落紧山嘅，所以绝对唔担心，系啦。咁啊，因为落到去都系只系一个钟嘅路，咁而家都行咗几个字啦吓。分分鐘呢條路短啲添 ，OK。咁啊，好啦，繼續講翻我過去。其實唔好講五年啦、十年啦，甚至做咗啲乜嘢係啦。做好多嘢嘅，確實真係做好多嘢嘅。儲錢啦，即係其實我相信嗰個最需要做嘅就係想鼓勵大家第一件事啦，減低你嘅消費啦，儲錢啦，係啦。其實我明啊，香港咧人好大壓力啊，好忙，好多嘢做，太多 deadlines 真係係啦。而嗰啲 deadline 永遠係咩？人哋俾我哋 ，and 自己俾自己嘅。OK， 學習放鬆。OK， 我有啲朋友都好緊張。有啲片，我試下再拍，睇下點樣可以分享下俾大家睇，我點樣去放鬆自己。即係我都喺香港做咗廿幾年嘢，即係我一樣係 experience 過個壓力嘅，係啦。想分享一下。OK， 呢個遲啲再講，係啦。咁但係咧，想講就係儲錢啦，減低你無謂嘅開支係啦，呢個係事實嚟，我想講係啦。我明喺香港頭先講到啦，大家娛樂飲飲食食睇戲，各方面係啦。我唔可以話高消費嘅活動，我唔可以咁講，但係 set 個 limit 俾自己係講真嘅 ，set 個 limit 俾自己係啦，唔好過度咗啦，唔好過度嘅消費啦，係真係嘅。咁適可而止啦，係啦，聯絡朋友好重要，大家傾偈圍爐取暖，傾吹水。互相支持係啦，互相聯繫好重要係啦。但係呢、這個要大家調節嘅，我覺得要大家調節嘅。第一件事，跟住就儲錢啦，當然你留啲錢嚟儲錢啦，係咪先？盡量揀一啲低消費啲嘅娛樂啦。即係我老實咁講，我係感恩嘅，我鍾意影相行山，因為黐線嘅你影相唔買相機嘅咩？即刻俾人鬧講呢句係咪先？咁又確實係嘅，影相咧就並不是一個咧。低消費嘅活動，行山係嘅，行山係嘅 ，OK， 行山係。點解要講山？喂，大佬啊，俾個日落大家望下先啦。喂，呢度黐線噶，撳一撳個 iPhone， 哇，得唔得？個 iPhone 都 OK 喎，係咪啊？嗱，靚到，哇，唔好聽我吹水啦，望下呢個景先啦。哇，大佬真係靚到咁啊！每日都係想望下呢日出日落啊，即係大自然風景啫嘛。OK， 好啦，但喂，又有鏡交互啦。唔知嗱，我肉眼就望到，佢唔跳咧，呢個 model 其實真係好難睇。呢係呢只，其實就係呢只，真係粒丁屎咁啄呢只。嗱，佢唔跳你見唔到，但我肉眼啦，我試翻去咧，因為可能你知個 mon 又未必咁定啊。我而家睇住個 mon 咧，翻到電腦可能高清 4K 會容易睇嘅呢只，應該係手指住呢只。係啦，佢都喺度睇緊日落啊，大佬。佢真係唔係講笑啦，都係我，佢跳咗，跳咗啦。哇，但係好靚到啊！咁當然啦嚇，我就見到行路啦，冇乜所謂啦。哇，原來呢度係 Kangaroo 鎮啊！嗱，你望下，見唔到啊？呢度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咧嚟呢地方好有趣嘅，係啦。咁我沿住個山路一路行落去先啦，都唔緊要啦嚇。咁啊，三分鐘啫，而家 OK。拜拜 Kangaroo， 喂！俾你睇多一陣啦，我唔好拜拜住啊，俾觀眾睇下先啦，俾朋友嗱呢度藍色係其實好難指嘅，調轉隻手出嚟睇，唔知咁樣身前身後二對啊，二對，打幾多啊？係啊，其實野生動物咧，我實再擺遠啲先，等等望多啲個景。而家日落啦，好靚啦，而家真係日落好靚。即係我自己就嗱，我先唔講嘢，等大家聽下啲聲音。幾好聽，好聽到嗱，俾個三碌拎 view 大家望下有啦。咁啊，全部都係 grassland 啦 ，kind of 係咪啊？即係啲樹林啦，係啦，日落喺呢邊啦，真係靚到咧，係啦。而家唯一我嘅 challenge 係點樣翻屋企嘅啫。OK， 好啦，儲錢係啦，跟住儲到，如果有錢啦，有錢剩啦，假設啦嚇。就去做一啲適當嘅理財 ，OK。咁如果你問我 ，OK， 我自己做咗啲乜嘢呢？我有一部分啦，我想講有一部分嗱，呢條片呢就真係要多謝 Tammy 啦，係啦，多謝 Tammy。Tammy 咧係我嘅 financial planner，
我認識了他十幾年，走嚟廿年㗎啦，就差不多是我一畢業冇耐就認識了他。咁佢都係嗰陣時一路鼓勵我啦，喂 ，Jackie 儲錢啊嚇，你廿年之後啊就點點啊咁樣，想幾時退休啊等等。其實呢啲都係嗰陣時同我一齊傾出嚟嘅一啲嘅所謂點講好啊，嘅一啲想法啦。OK， 咁但係我有實踐咗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嗱，唔想賣任何廣告，係啦，因為我冇錢收，係咪先？我冇錢收，咁但係冇錢收都要讚 Tammy 嘅，係咪先？因為 Tammy 真係幫咗我好多，呢個係非常好嘅朋友，係啦。咁啊，就嗱，都係講句唔係賣廣告嚇，不過我即係分享我自己做啲咩啫。咁佢係喺 AIA 做嘅 ，OK。咁啊跟住買咗 AIA 嘅 plan。咁當然咧，如果大家有興趣之後，就自己揾自己嘅 AIA 嘅朋友啊 agent 幫手啦嚇。如果真係唔識，我先至介紹我嗰個 Tammy 俾啦。咁當然我覺得佢非常好噶啦嚇。我就係幫咗佢咧買其中一個係啦。嗰個叫乜鬼嘢？喂 ，Tammy 叫乜嘢？我唔記得咗個名啊。我記得了派息基金。咦，話單先，單先。哇！一講派息基金，嗱嚟咗呢個位置，頭先落翻嚟，見唔見到啊？咁咧嗱，呢條路咧，哦嗱，前面馬路啦，已經見唔見到啊？嗱，咁快落咗山啦，嘢都未講完就落山啦，真係冇人，證明呢個山幾易行。嗱，咁啊，頭先我唔係呢度落嘅，不過唔緊要，我照樣嗱，沿住呢條路啊，嗱，沿住呢條路再大家一齊行下山先啦。咁咧，派息基金唔講到係啦，咁啊，派息基金有其中一個嘅投資，因為點解咧？嗱 ，from my memory 咋嚇，嗱當然啦 ，exact 嗰啲嘢咧，我唔係 sell 緊任何嘢嚇，你只係問翻你嘅，或者你對你可以 compare with 唔同公司啦嚇。點解我咁中意佢呢個咧？大家聽個名啦嚇，其實就係、是、你俾一佢類似可以類似月供啊，其實我都唔記得啦，類似月供又好，或者係我就一炮過俾嘅一年 ，OK， 一年俾一次。系啦，咁就買咗之後咧，就每個月俾錢你啦，係啦，每個月俾錢你啦。咁大概係7-11% roughly 啊 ，roughly。咁即係我 let's say 啫 ，let's say 你當一炮過可以等10萬蚊落去 ，OK。之後你一個月大概儲咗8000蚊啦，得唔得？我等10萬蚊落去，我有 7% 即係已經有7000蚊一年喎。OK， 7000蚊，咁即係一個月大概600多蚊啦。咁你話超600幾蚊 ，Jackie 有鬼用咩咁樣？嗱，唔好睇少呢個數字啊，老實講係啦。咁因為我就同自己講嗰陣時，我一聽到呢個 plan 之後咧，我就每年儲錢，係啦，我每年抌一筆錢落去 ，OK， 就算你100萬，唔多唔少啦，啊唔係，對唔住講錯，十萬唔多唔少啦嚇，一個月就600蚊 ，OK， 咁你諗下一個600蚊，你要儲幾多年令到自己實踐到 life，OK，、okay? 如果你10年都儲落去，你已經6000蚊嘅咯，第10年之後 ，OK， 你儲20年 ，OK， 已經12000咯 ，OK， 其實所有嘢係講恆心，我想講。咁當然我明嘅啦，喂，其實都係12000啫喎，喺香港一個月生唔生活到啊咁樣，大家會諗呢個問題嘅，係唔係？咁但係你要諗多啲 possibilities，OK？、Okay? 你未必喺香港生活噶嘛，你可以好喺其他地方生活。仲有咩啊？廿人之後你未必儲100000咁少啦，係咪咁講啊？所以咧，你呢度只要一個 multiplying effect 啫，你又見到可能你只係儲5年、儲10年，你已經突然之間喂無啦啦一年啊，唔係一個月就多10000多蚊收入，係啦。咁咪好開心㗎喎，係咪先？到你冇收入嘅時候，好似我咁啦，其實我係無業遊民 ，OK 嘅時候，有10000多蚊喎、哦，即係咁講，好 happy 啦，夠我使㗎啦，我話俾你聽 ，OK。咁啊，當然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啦。咁另外第二部分就係咩咧？我有買股票啦 ，OK。咁啊，利用股票個嗰、那個升值潛力啦。咁呢個當然可能有啲朋友都問嘅，係啦。咁我再會分享多啲。一啲買股票嘅都唔好話心得啦，其實係啦，純粹一啲分享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因為你哋都係嘅，自己挑選一個你自己認為風險承擔到嘅嘢去投資同埋儲錢，呢、這個真係好重要。最後呢條片嗱，講到呢個9分鐘，因為我手好攰啦。咁咧，俾大家望下美景之餘，日落望多次日落啊，好唔好啊？九分鐘，對唔住，9分鐘。好嗱，日落喺度。哇！撳一撳個 mon 先，可唔可以將佢整翻靚日落都爆光喎！呢度咧，嗱呢啲好啲啊，嗱都靚啊！嗱，等遠啲先，唔好我個人佔個畫面咁大啊！大家睇景啊嘛，大佬睇我咩？係咪先 ？OK， 咁啊，最後要多謝嘅我而家同自己講，可唔可以每一條片都多謝人？因為冇身邊嘅你哋係成全唔到現在我嘅今日。OK， 所以呢條片最想講嘅，多謝收睇嘅朋友們、觀眾們，同埋多謝 Tammy。Thank you so much. 大家繼續加油 ，Good luck to you. Bye bye. 雀仔飛，去同你講拜拜，拜拜。